这美国人为了避免浪费，把剩菜做成了盲盒。你说它是真材实料还是虚假宣传？咱去瞅一下吧。这家 Newton 面包店的剩菜盲盒老难抢了，$5一份，咱去看看有什么玄机。Hi, how are you? Good, how are you? Good. I have an order to pick up. Yeah. To go? To good to go? Yeah. Right here. Oh, nice. Enjoy. Thank you. Have a good one. Thank you. Have a good one. 哎，兄弟们。你好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？Sorry， 是吧？哎，你看过视频？哎，我看你老多视频，我还给你点赞呢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们有个新品，你一定要尝一尝。没想到这个银丝老板还是我们的粉丝。哎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没，这没事。哎，对了，要不你直接，反正你在这儿，直接打开吧，好不好？来看看。那来吧，直接开始。我给你拿个盘子啊。好，稍等。哎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，万一不好的话，人情世故懂不懂？哎呦，你这价值应该不止$15了吧？啊，那肯定不止$15的。哎，这面包还挺松软的。老板还赠送了一碗冰沙，这里边是麻薯和红豆，哇，这也太解暑了。哎，小人问你个事儿啊，您说，你真的是博士吗？老哥，你也不相信我，我网上20多篇文章都能查到了，真的，我真是博士。我也求你个事儿，你看我粉丝大部分都是留学生，嗯。然后在这边也挺不容易的，你看能不能以后我们来给我们打个折？这个没问题，毕竟我当初也是留学生过来的。这样吧 ，Sorry 的粉丝加上中国留学生，对吧？来我们店里一律打8折，8折可不可以？妥了，然后只给中国留学生。对，来，必须的，以后咱就把这当家了。